对，你们看到了，后面写了很大两个字催场，搞快一点啊，搞快一点。可以选择爆料或者是才艺，就是二选一，就是自己决定。所以你们刚刚是知道输了吗？都没有准备才艺，只想好了爆料是不是？来吧，从你开始。那我就爆蔡尚林的料吧。他虽然看起来1.93米那么大高个，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小，就是内心非常的小孩小顽皮。欧耶欧耶。这是他的口头禅吗？对，欧耶。OK。 哎，我没看你做过。哎，来一个欧耶。感觉会成为今年的流行语。欧耶。好，来吧，来下一位。好，那我就报一个消息的料吧。他看上他是一个散打王哈，但是他不敢一个人，他晚上不敢一个人上厕所。啊，好狠啊！要牵手手去上厕所吗？对，我睡得很，他晚上要上厕所，还会叫你陪他去吗？对，那时候我已经睡得很熟，我美梦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然后他把我叫起来。是如果不跟你一起去，会跟他绝交的那种吗？是，如果他不跟我会哭，如果他不跟我一起去的话，我也不去了，忍着。憋着，那不好，那不好，这个习惯要改。那你就很仗义的就找不到他，就找另一个哈。好，来下一位。那我报一下原野的料吧。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那个睡姿真是千奇百怪，就是每看一眼就是一个动作，就一个晚上可以跳几十支舞吧。几十支舞。乱跳乱跳。睡觉减肥吗？那你可以观赏他的睡姿找编舞的灵感。可以的，我觉得可以的。期待我们在节目的花絮里应该会看到。哇，最好不要看到夜间舞姿。哎，有没有稍微一个动作你可以复刻一下？而且他就是特别不喜欢盖被子。像小朋友，小朋友才会这样，就又踢被子然后又一直翻转。感觉听到了小孩的感觉。大人也这样打被子呀，转转，小朋友就很会各种变化的转。因为我睡觉一定要找到一个很极致的姿势才好睡。很极致，听起来内心都很小。哦耶，好，来下一位吧。哎，你帮我睡觉的料，我也帮你睡觉的料。他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打鼾，跟小猫一样，就会发出呜噜呜噜那种声音。打鼾？小猫什么样的声音？小猫打鼾是怎么打的？就是其他人打鼾感觉有点粗鲁，他打鼾就是那种还有点。对，差不多这种。我真不知道。那你确实该不知道。节目播出你可能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也报一个那个小瑞睡觉的梗吧。然后就是他虽然长得看着很是一个高冷帅哥，但是他睡觉的时候打鼾如同雷声。谁在觉得他是高冷的人啊？究竟谁在觉得这样觉得？要模仿一下吗？要。这是打雷吧？叫吧，差不多。咱们再也不陪他上厕所了，就此绝交。来，欧耶，你的料是1.93米的欧耶。我报书名的料吧。其实书名的话，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其实特别像开水壶开了的那个声音。有时候就是他有时候笑的失控的时候，他就会笑得很像开水壶。不是尖叫，是他来个，你现在能笑成那样吗？我现在应该不太笑不出来，对吧？试一下，但是可以模仿一下吗？就别人有点难。不是，问题是你们晚上都不睡觉的吗？就一直在研究对方的打鼾声。所以就是看起来大家夜里都挺忙的，要么就是要么唱要么跳的啊。所以你们会有人夜里唱主题曲吗？要 Q 的哈。有唱来了。嘿呀哦嘿呀，结束啊，这就没了呀。不，那三，那一起来吧，我们台下的少年一起来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山巅人海，几度看风吹过，灯火依旧的人，这是我。跟他的世界在对岸挥手，他说嘿呀嘿呀，一路上要带着大雨滂沱。一身轻松的人，这是我。跟你的生活在来回贴着，他说嘿哟嘿哟，他迎着风，棒棒棒。
你划水，我看到了，划水。嗯，没有，没记住，没有没有，主题曲昨天才录的，昨天才录的。啊，好了，那希望大家以后的夜里就是别唱别跳，就是专门。嘿呦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可以加上你的手势，嘿呦，嘿呦，哦耶，哦呦，哦的哦耶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这次场景，谢谢，谢谢徐班主任。好，在他们上来的时候呢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的规则，百步穿杨。我们看到了哈，现在有一个靶面，中心有一个形字。然后呢，两组少年将分别站在同一条线，哎，我们舞台上已经画好线了哈，一样的位置。向这个转盘投掷飞镖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哆来咪发嗦。所以哪一组所有的镖加起来离这个形字要更多更近，哪一组就获胜。那获胜的那一组呢，当然可以喝到我们的真果粒花果果昔。然后，如果是输的那一组呢，就要成员之间两两爆料。哎，爆料时间到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先。从我们这一组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 了，大声点，准备好了。妍希班主任有没有什么自己很特别的，就不是自己的，比如说在你的课程之前、会有什么，比如说一个口号啊，或者是你的特别的教规？我讲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你们讲任尔东西南北风好吗？好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上来第一位谁？一九三开始吗？对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离这边远一点？我们先、要不要往对对往啊？好的好的，往这边走一点啊。那个书明你也往旁边靠一点点。对对，你、怎么拿两？哦，挺是诗啊。哎呀，系鞋带，来吧，一九三，你开始了，可以，我记住你了，你叫一九三。还写脸上。哎，我心要定啊！我站远点儿，我害怕。我哦，他是慈溪的是吧？对，慈溪的没事，扔吧，也可能会被砸中，不好说，没有尖尖的那个伤害性。那我扔了，你扔吧。哇，其实中了，恭喜！但他的吸力是中了，还行，所以他是吸力。对，那我们这规则怎么算？就是有砸中的就算，还是要砸到上面去？我觉得砸中了也算，砸中可是有点难评，砸中我觉得还是要吸住才行。那就是没有。那听各位班主任，你们觉得怎么合适？目前不是我带这一班，我不管。哦，这样的，这样的。那我们都是每五分钟换个班的。以公平性来讲，应该是要粘上去了。应该要粘上去。对。那你们看，要不然有点难评了吗？刚刚是就是在就这个位置。对。而且我个人蛮想看他表演才艺的，所以你先下去。好了，来下一位。扔了。躲。练散打的，练散打的，小心点。哇！拖把。好，来，有请下一位。退学吧。所以练散打跟这个射飞镖没有对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觉得我要离远一点。丢人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董明佳，不错不错，是小队友在上面。可以跳吗，老师？怎么个跳？跳，你要先主要是能跳个舞，随便你，你要别越线，大跳。你后空翻过去都可以。你小。哎，跳了也是白跳，哎，想太多，行。不是同一组都要喝倒彩啊！你主要展现了你的弹跳力，是还不错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每个组都有每个组的好，来下一位。你展现了你的综艺才能，可以的。哎，这个其实很接近中心。我也是看到的。那要把它挪上去。要把它粘到最中心的位置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样就同样的规则。你想太多了。同样的规则，下一组也是这样的。那你自己来念一下好不好？你刚刚、就是、我看到的是这个位置吧？那你咋不说你看到的是这个位置呢？其实也不是不行，这不合适吧？那就这儿了哈。不行了，刚刚讲好规则就是，要粘上去才能算，掉下去不算吧。哦，掉下去不算，对，掉下去不算，那就都摘了啊，那就只有两根了啊。哎，好了，没事，说不定他们更差。来，妍希班主任对他们的表现如何评价？很难评吧。我觉得大家尽力了，
但是有尽力就是好的。嗯嗯。有没有什么？我试一下吗？哎，好像还挺好的。老师加油！哇哦，好，动作很优美，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要再来一次吗？来再一次。要敌人现眼，下一组吧。你要不要让他们谁来表演一下 ？Q 一 Q 展示。这个刚刚大跳过的就不用了，我觉得已经展示过了。是有表演的，这都没有吸引住你啊，白跳了。我觉得说明刚刚其实是有点潜力的，只是掉下去。我觉得你再试一次试试看。哦，真的吗？我相信你，可以的。加油！加油！老师，我有个问题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他这一次中了，算我们的分吗？算他个人。不算你们组，算 他证明了他自己。对啊，我持反对意见。他们就是一个组的，肯定是要算组的成绩啊。但是那等于他有两次机会，那下一组下一组也给他们两次机会。哦，那只限一名两次机会，可以吗，刘元班主任？我觉得这样比较拖沓时间，但是你可以玩。直接我直接投了，投吧。哎呀，好厉害！没事，我们第二次机会不用，反正不用，可以的。我们志在参与，过程中开心就好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那原先班长有没有希望他们来还有展示一些别的才艺的？现在的规则是就是跟下一组比，然后输的那组要爆料嘛，对吧？要爆料，但是也给大家一些才艺展示的空间。好啊，那刚刚没设上的都来吧。啊那我乐器还在外边。那谁三打可以直接来的，先来准备好了的，时间不会过长的，就能够凸显自己的，准备好了就先上，没有准备好也可以的。没有就没有了，没有就没有，没关系，机会就飘走了。对，您像宁静老师刚刚说的，要不然谁想上就上，无人参与。那我们先把下面一组少年上来，你们想一想好不好？想一想，一会儿会有，因为你们可能会输，然后就会有才艺展示。我们先有请下一组少年来到台上，好吗？你这叫什么话？他们可能会输啊，他们肯定会输的。来，那我们期待一下喽。来，我们台下落座休息，有请下一排少年，下一第四排少年，第四组的同学们，放松一下。这门课目前好像是也有练习过，对吧？没有。那我怎么看到花絮里有啊？来来，君子六礼的射礼。好，加油啊！杨军不错，只要再来一个比这个离得近的，你们组就获胜了啊！啊，只按近啊？对。我那个已经赢了。不按次数。差一点，其实是朝着中间。对，王正，没事没事，很难的，主要是要粘住。这个哈气是有什么讲究？穿穿的。哇，垂直落地！我觉得我刚刚的也跟这个差不多。关键是姿势要帅。哇！耍帅居然也能上。刚说他这可以抛。都可以。哇！知道你，雨田，我们这一组就靠你了，雨田来了，就最后一个了。哇！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来，刘文班主任，来一瓶。我们是黄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论数量，刚刚论距离，刚刚不是说是论距离吗？但是距离我们也是最近，你过来看一下，妍希老师就是这么争强好胜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对，确实就是，无论是距离还是次数都赢了，都赢了。对，来恭喜自己好不好？有。我们这一组是真的能唱、跳，能跳的也有，能演的都有。那来唱比较轻松一点，来一个，来来来，杨军你先来唱几句啊，开开嗓。早上嗓子没开。我唱一下那个雨田的歌吧。拿话筒唱一下。因为我开始看那个重弦 B-box， 我自己空就是无实物表演，拿了个话筒在那 B-box。其实要拿话筒。好嘞。可以找武器。喂，就。
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再也见不到我的挣扎，就放手吧，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？难过只写在我手机，深的还需要你忘记，就快走吧，我晚点就回家。好棒好棒好棒。还有吗？还有谁准备好了直接上，就拿我的话筒就好。你往前亲了一下是怎么意思？是想上洗手间吗？当然吧。要话筒吗？不用，我可以跳跳。可以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屁股上有你的名字。咋还贴了膏药呢？是脖子闪到了。可以跳舞，都准备好了，我感觉还没有，都有，好吧，跳吧。好的。五。厉害厉害，场地太小，有点撒不开。不过你施展的。抓紧时间，因为刚才西西问我们这组，不知道为啥都准备好了，就是说短平快。来，西航你上。好，来，别点头了，上。OK。哦。哇！可以。好，来，才艺接力，速。你看，后面导演组两个大字催上，快一点。李承诺，你是最帅的。没了，真棒！导演组现在已经很喜欢你，来，真诚的，我们快一点，我随便唱两句，随便唱也行。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一人一样华丽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再次，那我也唱一首吧。一首，唱一点。逃不过向往江湖之间，忘不了惊鸿一眼，独自眷恋望寒星起点。忘词了，不好意思。感情也很充沛了。再次恭喜我们这一组少年获胜，然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奖励，就是半个时辰的蹴鞠课。来，我们给到班主任吗？还是课代表？课代表。好，来，行。对，蹴鞠课就是属于获胜组的奖励了哈。好，再次谢谢，谢谢这一组。